哎，Hedy，能听到吗到？Hello，我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但我听得到，听得到，没关系。好，准备好啦，我你，说嘛，看不到。你在干哪哦？不是动。为什么看不到？我看不到你，你的 camera，你的电脑古董啊，应该今天可以看我。可以看得哦，看得到了，哎，看得到，我跟你说了，我哎，肯他，定可以。哦，刚才，哎，现在又看不到了，啊，可以，OK，你刚到啊，家，你的古董电脑多少钱？你这是古董电脑啊，有毛病呢。你刚到家，你这刚个，到，刚到，对，你学习也很努力，刚你到吃家饭啊，上了？课。你有吃饭了？我吃了，你吃的？对，吃过了？吃过了。你不吃午饭吗？没有，也不吃。这是我吃那个巧克力，吃哦，过巧吗？克力，啊，你是早饭也不吃，午饭也不吃，对吧？午饭不吃，对的，但是今天肚子比较饿。吃巧克力，巧克力。这个巧克力你知道吗？非常好。我是真的看不到你呀、啊，我真的看不到那你，个你给我看没有用。看不，看不到我，为什么你的，有问题？对，没关系，我分享一下屏幕哈，分享一下屏幕，刚才看得到了，突然又看不到了，我今天很可爱。很可爱，哎呀，但看不到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看得到了，看得到了，哎，看得到了，哎呀，我看得到你了，你看我，看得到，看得到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是里面是有酒的，哦，不对，你不能喝酒，巧克力这种，巧克力，对，巧克力这种巧克力，那个，在那个，我有一个朋友在那个卷头发店，哦，那个理什么，发店，理发店，理发店，哇，他在那个。头发换颜色，English 说染，dye your hair，这个染发，染发就是染发，就头对发对，颜色，对吧？对，他的头发白的，他是60岁，哦，然后把它染，这个读染成黑的，对吧？拼音，对，染发，福娃发，头发的发，染发。对，染发，染发好了吗？60岁，染发，我看一对下染你，发，你你记说一下你看一下染对，发，染发，对，60岁白头发，对，差不多了，到60岁的话就把头发白了，错，染发，是的，还有好。理发店，查到没有？是啊，还有你说的那个理发店，理是修理，repairment，理，那个理发店，对，理发店，发店，你陪他去的对吧？对，中国朋友吗？还是中国。哇，你朋友很多啊，
你看，你就不用染发了，多方便。是吧？那个我这个染发，嗯，染发，对。染发，戴，等于 hair，对，对，戴染发，嗯，说怎么说染发？你是60岁不要染发头发。60岁不用了吧？染的黑色，染成黑色对吧？染成黑色，看起来跟你一黏。样的，但是颜色不可以。颜色，白的头发，你圆圈的头发，圆圈，圆，大的假的，不好看。不好看，是吗？反正是老，你的头发没有染发，发是不是？对，我没没有。有，我还没有，我再过10年的话，我可能要去染。我也有白头发，我也很多白头发，现在也是，也有很多。染发的话，对，要用好的那个染发的东西，对身体不好，对吧？染发，是吧？哎，对，皮肤不好，就是，对对，皮肤是不好的，皮肤那个疫情，怎么说？皮肤生病吗？皮肤会得病？皮肤 ticklish，那个皮肤，有很多的呵呵头屑，叫头屑，都是。痒对吧？都是。头屑有很多的一些东西，有很多的一些脏的都东是。西头屑，都是。我查一下哈，都是。是吗？这都个，是。都是dandruff。那个 shoes。不是，allergy，allergy，我的意思。Allergy，就痒，就是不是痒啊？很痒，一痒痒，对吗？会很痒，一痒痒痒痒，对吗？是不是？再查一下，痒痒痒，Allergy。allergy，Allergy 啊，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单词。如果是那个头发很那个痒的话，是 itch 这个很痒，itching，对，itching 很痒，头发很痒，很痒，对，很痒，allergy，头痒，对，头发很痒，痒痒痒啊！我的这个皮肤很痒，对吧？皮肤，很痒，itch，对，头痒，都要一起。那个过敏，过敏，allergy，过敏，sorry。过敏对，，allergy。过敏我知道了allergy，哎呀，我没有想到，sorry，allergy，过敏，对，有的人的话会过敏，有的人的话没有关系，有的人，对，有的人会过敏。一般的话就是痒了，对吧？过敏就痒了，头痒，对，好，我忘了，这个呢？这个，
这个词语 sleeps。记好了吗？好，啊，这个，妥协，对，拖鞋，妥协，我对，们呢复习一下对，复昨习一天下，的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昨天，我问你，你昨天上课了吗？哎，我忘忘了，了，对对哎呀。对，昨天你每天上课没有没有，这样吗？这么努力吗？每天都昨上课？天没有上课了，没有上课。对，没有，对吧？啊，我记得昨天没有上课。你啊，你这你个太努力了。老了，老了老了。哎呀，这个啊，哎，这个我。你可以看那个 record，时间，我你看知道。看记录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天！昨天很久以前，昨天。哦，很久很久。好了，啊，这个纽扣啊，button 这个，这个哦，还有那个按钮也是这个按。按钮也是这个，比如说这个灯的按钮，等一下啊，按钮，纽扣，钮，不，衣服这个就是衣服的纽扣，如果是那个 switch 开关按钮。switch 开关，对，开关，我知道这个。对吧？它开关的那个东西的话，叫做按钮，按钮，对，按钮，这个就是纽扣不一样。好，来看一下哈，这个领，这个背心，呵呵，背心，背心，vest，对，vest。背心，vest，中国的背心，袜子，袜子。对，还有这个袖啊，袖，这个是，这个三个纽扣吗？可以说啊。就这种是吗？对，三个纽扣，这个叫什么？V 什领么纽西，扣？V 领西，西装，哎，我不懂，你更懂。这个袖子啊，这个袖子是六袖子，比如说我这个是长袖啊，长袖，然后短袖啊，没有袖，sleeves 啊，对，sleeve，怎么说啊？你，我给我的孩子，他洗手，我给他就是你把拉起拉拉。拉起袖子，这个对对对，yes，用这个拉，拉 shoes。对，拉，你要拉起来嘛，把袖子拉起来，拉起，拉起，拉起袖子，洗手，拼音，勒啊拉，拉是 jog 的意思嘛，对吧？拉。然后这个起来，对，起来，比如说这个衣服也是，袖子也是拉起来，拉起袖子，对吧？拉须。起起起，这个起来的起啊，站起来，对吧？站起来的起，拉起袖子，你洗一下手，对吧？拉袖子，你把袖子拉起来。把袖子拉起来也可以。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对对对对，yes，拉起来，对，对，袖子拉起来，拉起来。好，
再看一下。很多很多事。啊，很多什么？很多短信，哦，很多短信。很忙，很多短信。As possible。嗯，不可能。Sorry， 哎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你忙嘛，对吧？啊。再看一下这个，这个要学的，这个 ring， 这个 ring， 对，戒指，对戒指啊，戒，对戒指，还有这个结婚戒指，对结婚戒指啊，这个呢？结婚戒指，这个是香，对项链，对项链，乐言链。对项链，这个耶耶接接接接接戒指，哎，在你们国家，在伊斯兰教结婚的话要戴哦，现在也要戴吗？就是一直戴？我有，但是我不喜欢。也不戴，不舒服啊，不舒服，对对对，好，在我的 drawer 在。里面穿什么 drawer 那个方便就是那个睡觉地方啊、这个啊、这个柜子对柜啊不是这样，格为贵。贵子。这个笔不好写。格为贵，贵贵贵贵子。U R 贵子，对。或者床旁边的柜子，床柜。床柜。放在床柜这里。对，好。柜子啊。这个词语，briefcase， 这个公文包，对吧？公文包。对，这个女孩子的话就手提包，拿着这个，我都不喜欢。再看一下。等一下。哪个？下面鞋子。鞋子是吧？高跟鞋。不是那个鞋。鞋底 sole 啊，鞋什么鞋底？这个吗？这个鞋底啊、就这个东西。对，这个鞋底。你呢？对。鞋底 sole。OK。对，这个叫跟，这个叫跟，鞋跟。还有，如果是这个跟很高的，叫高跟鞋啊，这样跟 heel 啊，好。来看一下这个 client， 这个也比较重要。这个顾客，对，客户顾客啊，对了，好，再看一下，哇，你像那个理发，剪发，剪，也可以，对。看一下，如果是那个人理发的人叫理发师啊，师傅啊，理发师。等一下，好。还有美容师对吧？就是化妆的化妆师，makeup。什么事啊？对，理发师哈。刚才说的那个染发的话，这里有吗？染发。对对对。这个。
哎，对吧？对，染发剂。对，染发剂这个是剂。为什么剂？剂的话就是那个染发的那个 material，我不知道。剂，染发剂，就，那个染哦，发就是公司，那个颜色啊，那个颜料，就是，哎，那个，颜料怎么说呢？就是那个染发的 material，染发。颜啊，等一下，颜料，我只能叫做，只知道叫颜料，pigment 这个的，pigment，pigment，那个剂啊，那个剂是什么呢？pigment 对对，就是那个东西，那个比如说黄色的，红色的，黑色的那个，对，知道这知个道。剂有的可以翻译成那个 medicine 药，这个发一样的那个，什么时候发我的快递？发快递对吧？哦，对，发一哦。样的这个发。字，它的汉字是一样的，但是意思不一样。这个三你声刚才的，那个是这个是发，读音是发，你那个是发，fa fa to send to mail 对吧？汉对。字不一样，汉字，汉字一样，汉字一读样。不一样，读不一样。第一个是发，头发，第四声 foreign pitch，发 to send，发，对，第一声。已 First，first，经发了。对，已经发了，发快递啦，还没到，哎呀，哎，困了对，打哈欠。打哈欠，哎，对，记起来了，打哈欠，化妆化妆品，化妆 makeup，好，来看一下哦。这个不要哦，学习，这太不要小学习，没有用。哎，我要这个你看到什么？哪个？那下下面面？不是，下面，哎哎，对，这个指吗？甲，对，指甲，a nail，指甲，我们你的看指到甲，了。对，指甲剪，指甲刀。这个怎么说？这个，哪个？看我吗？哦，看看得我。到手指吗？手指，fingers，对吧？不是分割，那我看这个，你，再移一下，我看不，等一下，wait。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是 nail，就是指甲，这个就是指甲，对，这个指就是，甲，对，就是指甲，对。那个。哦，对，这个指甲刀加个刀，对，就指甲刀，对的，这个指甲，叫刀 knife 刀，指甲刀，对，指甲刀。我昨天写的纸条，指甲的哈，这个我们来看这个预约这个预约，预约一般是人，预约什么人？如果是东西的话，我们要预定，对吧？德音定。这我们昨天学的，对，预约预定预约那些 appointment。对，
我有一医生，医生，对，医生，预约什么？合作伙伴跟和跟，和什么什么总预约一下，预约一下时间，对吧？对，我们预约一下星期五上午见面，预约，对，可以啊，预约时间，预约上午见面，好，看一下，这个我们不看了，这个，这个晒伤对吧？你要学晒伤，晒伤对啊，pointing，，sunburn，对，sunburn，晒伤对，sunburn，你无所谓了，晒伤，对你不怕，不怕，对你，你已经晒黑了，可对，以的。好，你已经晒黑了，不怕了。再看一下啊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家里应该有吧？这种东西，这个，等一下啊，这个东西，这个，这个，faster，这个，Last 应该家里可以有一点，有一个这个。这个叫，个个接贴的话就是这个，贴，创可贴，这个我觉得是有用的。好，来看一下啊，这个，等一下，有些不太常用。excuse，哦，这个吗？复这，苏呵是复呵，苏，对，复苏术，这个救人的方法，呵呵，这个复苏，这个我们可以不学，这个也不学，太难了，这个，这个我看一下啊，这个词语，这个。这个，对，我们学过。这个上次你女儿生病了，在打针，对吧？打针 inject，对，打针，打针，对，打针，这个打针，自然针，打针，对，那个打针 word 怎么写？那个乌克兰哦，打那仗个那个俄叫罗斯打仗，war，打仗。打仗，治安仗，对，打仗了，他们打仗了，这个打针，打针，打针的话是 injection，打针，打仗的话就发生 war，我对对对，对，打仗，治安仗，打仗。还没有停哈，他们还在打，没有，没有，像像一样的。还在打，对，好，这个词语啊，relation。手术，对，手术手术室，对吧？做手术，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手术室，operation。这个词可以学一下啊，手术室，手术，等一下，好的好的，手术对，在哪？手术室。对，手术室。我不认识。
的哈。好，啊。好，这个我们不选。哦，这个牙啊，对，这个 dentist，这个读什么？牙医，对，牙医。哦，你的牙齿还好吗？我的牙齿还不好了。不太好。不太好。哎，我每天刷牙的时候都有血，就血，对，出血，出血，对对对，哇，我觉得，不是呀，那个 gum，对对对，叫牙龈，对牙龈，那个叫牙龈，对这个，啊，对，对，牙龈，对对对，牙龈出血，牙龈，感觉，我觉得你的身体很好，我，你买这个，我跟你说。这个。哦，这个是漱口水，对吧？你上次，哎，漱口水，哎，你上次给我看过，哦，这个这个漱口水泡是对牙龈杠，gum，有帮助，牙龈，牙龈复口漱口水，缓复漱哎，口水啊，这个有用，这个我刚买的，新的，哦，新买的啊，这个好。以前没有这个。哦，以前没有哦，好像，呵呵，真的有用吗？有，很好。我去买，网上买一点来，我每天都出血，每天都出血，我有这个一本，就是一杯，一小一杯，本一本，少一本。哦，小一半就可以了，什么是我这个？这个漱就叫漱口，漱口，漱口。对，上面写的漱口啊，对，口口，漱口，口口口口，对，漱口，漱口水嘛，漱口水，漱口，Hedy，你是多少岁来着？你多少岁呀？你多少岁？How old？我，哎，我，对，50，我觉得你就是30多岁感觉，没有，对，是的，真的真的，对，你身体看起来很好，漱口，对，这口，你可以活到100岁，对，牙龈，牙龈，牙龈对。gum，对，牙龈漱口水，牙龈 protect 漱口水。好，这里我们这就学这两个。牙根 root 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牙根，牙根 root 啊，对，牙的这个 root，牙根。牙根，牙根 root，牙根。哦，你的牙齿很整齐。神经 nerve，对，nerve，对，my nerve，我的神经，nerve。你的牙齿很 tidy 的，tidy，你的牙齿，你的牙齿很好。但是我还少了有一个，这个没有。我知道知道，我6岁，我没有。6岁的时候就没有了，6岁的时候没有。6岁的时候就没有了你的牙齿很白很整齐这个很好，很整齐。我的，你们中国人，
怎么说嗯，刷？Brush 牙。tooth，刷牙。嗯。早上，嗯。我们晚上哎，对，我觉得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们是早上呢？哎呀，这个不是，知道。呵呵。我如果我睡觉刷呀刷，不刷牙，不刷牙，我不舒服。啊，我习惯了，现在孩子、老婆，我们都一样的。对，我们早上刷牙是为了我知道。为了干什么？就很香，对吧？很香，对，不是为了干净，你睡觉半个小时、九个小时对，不吃饭，所以这个时间，多对，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对，我觉得这一早点，上，你刷牙早上，没用，然后你哎呀吃的东西对，不好。这一点，我觉得中国人不聪明，不知道。对，这个很奇怪，哦，你这个叫门牙，你刚才说的，门牙，这个，像舵一样，门口的牙齿，门牙我这个英语我不明白。啊，哦，那这个门牙吗？门牙。门牙就是中间的牙齿，中间的上面的牙齿，门牙没有那个牙，这个意思。对，就你的牙齿没有了，就是你的门牙没有了，你的门牙没有，没牙。你有两个的。对，是的，你有一个只有，是吧？少了一个，少了一个，刷牙，刷，是哇刷，刷牙，brush tooth，是哇刷，brush tooth，刷牙，对，哎，这个tidy 你也记一下，整齐，整齐。近期对，整整太整，七七整齐，tight，七七，对，这个记一下，整齐刷牙，这个，近期太低，哎，你那个的 tight，那个牙都太低，对，牙齿整齐，没有一个去掉，外面一直是，的，是的，对。哎，我是不整齐人，我这个，整齐，我不整那齐。你的像，看起来很整齐，整齐的牙齿很好看，对，整齐，整整整，齐齐，整齐。如果有一个黑的里面，我的孩子有一个。牙齿黑黑的坏了，对吧？黑的，哎，怎么说？就是这样说的。明白。是不是小时候吃了很多的糖，对吗？是吧？喜欢吃糖，喜欢吃糖，candy。对，我姐姐的女儿小时候很喜欢吃糖，这个牙齿全部黑了。全部，全部黑的，对，吃糖，小孩子喜欢吃糖，总是吃糖，刷牙，brush here，我看，对，刷牙，对，刷牙，floss，要弄智齿，哦，假牙，这个叫学牙，这个假牙，假，假牙，对，假的。真假。根据假的牙齿，我还有这个词要学一下，波尔拔，拔牙，波尔拔，对，把牙齿拔掉，坏了，Extraction，
extraction 拔牙了，好，看一下哈，哇，你55岁眼睛这么好，你身体都很好，哎，看一下，看别的，啊，这个东这个地方，这个叫什么什么，这个。这个eyelash，对对对，eyebrow，哦不，eyebrow，对对对，眉毛，眉毛。对眉毛，眼睛上面的这个痣的话也很像，眉毛，Irish 那个叫眼睫毛，这个睫毛还不叫眉毛，错的。Eyelash，对，不对，一不样对，的。不对，这个是眉毛，这个叫睫毛，睫睫，毛。对，眼睫毛，那这个视力啊，这个叫 vision 视力，这个词比较重要，这个是 vision 视力啊，是你的视力很好啊，不近视，呵呵，那你保护自己眼睛很好，呵呵，这个你这个很厉害，哎呀，我要向你学习，呵呵，锻炼身体，很注意身体，好，再看下面啊。哦，这个是女人的怀孕，我们就不看了。这个我们不看。这个是女孩子的。这个是，这个哦，这个词要学一下，这个词，这个 mat，啊，凳子，我对，知道。电子电。啊，垫子，not 凳子。对，电。在这些饭馆跟他们说凳子，他们听懂。垫子不是对，凳子。对对对，电子啊，电子。垫子。对，电子，这个用的很多，这个字对吧？电，德音电。比如说床垫，对吧？床垫，还有那个沙发。沙发垫，对吧？沙发垫，这个垫子用的很多，垫子，这个词要写一下，这个 consultant，这个应该叫做 consultant，是 call sales，这个顾问啊，顾问，顾问啊，来看一下，这个词呢？这个词语，比如说，这个，放松，对，放，放松对，，relax。对对，relax，你放松一下压力太大，放松一下，对，好，这是我们是今天学的这个看一下，关于房屋的哈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里啊，这个词语，这个词语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，车库，对，车车库，库，一般地下车库，对吧？地下车库。你们那里是地下车库吗？有。地下的，零层的，对吧？还有，Underground。对对对，underground，对，underground，对，yes，零层，地下。
这个，这个呢？这个东西，这 alarm 是警报，警报，有防盗啊，防盗警报，还有那个摄像头，对吧？摄像，哦，摄像头，我对知道，对，看见是，了。对对对，摄像。摄像头，摄像，防盗摄像，好，这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，这个，防盗警报。防盗警报，这个防是防止，盗的话是那个偷东西的盗，这个盗然后那个给，就是，啊，对对对，还得看一下哈，这个词，这个东西叫做什么？这种东西，这个叫做，楼梯。楼梯是这个，楼梯旁边的那两个叫做扶手，扶手，扶手。对，扶手，扶手啊，你抓好扶手，别摔下去了，对吧？扶手，你小心一点，扶手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哈，这个叫扶哑，手，在电梯里面没有，有扶手吗？扶没，手电梯里面应该没有，一般没有，有有的也有，对吧？电梯里面，我见过，有的也是有，突然掉下去的时候呢。会有那么一个东西，这个呢，阳台，balcony，阳阳台，台对，阳台，，balcony yes。阳台，你住的地方是这种公寓楼吗？apartment，对吧？Yeah，对。对，有阳台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叫门店，进门的时候。放在门口的垫子，门垫，这个字，本店都买。对，门店，叫鞋子放鞋子的地方嘛，对吧？门店，很脏，要用一个门垫，明天是的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个是锁对吧？这个是锁，lock，对，锁，还钥匙，钥匙开锁，开锁，可爱开锁，门栓对，，boss。对，一般不用，现在不用这个了，对吧？现在不用，就用这两个。门锁哦，现在还是那种，电子门对吧？电子开关，对，电子 electric lock，电子门，好，看一下，这个我们学一下这个，这个头，对，头，插头，对，插头，还有这个 socket，插座。座，插座。对，插座和插头，再看一下开关你也知道还有，差不多，等一下。好，这都比较有用，这个学一下这一个。这个很重要，这个要学一下的。那个force 哎，这读是 fuse 吗？fuse，对 fuse，fuse 这个有用，这个保险丝，就是，对，有时候，
打雷的时候，thunder lightning 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，用电很多的时候，也会这个保险丝断了，保险丝断了，然后就没有电了，要接一下，修一下。这个保险一样的那个车保险哦，不吗？是不是，那个是 insurance，哎，insurance 保险 insurance，一样的。字是一样的，这个字是一样的，汉字不一样的。对，汉字是一样的，但是意思不一样。这个保险丝的话是家里的那个电的保险，没有这个保险丝的话，很容易着火的，很容易着火，发炎。很危险啊！为了家里更安全的保险是为了安全。这个保险丝的话是电的那种保险。I don't know how to this to explain 啊，再看一下，这个也是家里的东西看一下这个呢，这个，这个，水龙头，水龙头，水龙头，water 水，水，对，你像这个水槽 sink 水，水槽槽水槽是 sink 水龙头的，这都比较常用。大伯家。这个水槽要记一下，水槽槽，这个槽槽这个东西有用，这个水槽这个有用，水槽。还有这个马桶，马桶 toilet，对，马桶，比较常用，其他的太难了。马的马 horse 马桶桶，那个 sink 我要看sink 这个水槽，你这个不要这个不要，你读水槽，对，水槽 sink 这个有用对吧？厨房的水槽这个 bathroom 洗手间的水槽，这个垃圾桶rubbish bin，垃圾桶，上次我们学的那个回收对吧？回收。recycle，上次学的，对吧？行，还有这个，哪个？不要，这个你们说这个柜子，这个柜子对吧？对，这个叫，这个床头的柜子不过这里的话是，是垃圾旁边的，这个不是，这个，这是垃圾箱子。垃圾箱，对，床头也有这个抽屉柜子，这个柜子，然后那个 container 发货东西，container，货柜这个怎么说？不是柜子，你货架吧，货架，shelf 对吧？不行，container。container 那个叫装东西的那个集集装箱，什么什么箱对吧？海边的吗？港口的吗？港口的那种大的吗？大的吗？大的那种。有一个20，有一个40，container。那个中文。中文，
箱，你就叫箱子吧，箱子啊。是容器没有啊，容器。哦，容器可以可以，容器，哎，可以叫容，那个箱子吧，就叫箱子，是发货的对吧？发。不是箱子，不是箱子，不是容器，他们用柜子，柜子，好，没问题。柜子发货，你是说快递的那个装快递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哦，不是，发货在港口，海滩，在 port。哎，port，哦，那个叫集装箱，集装箱就很大的嘛，对吧？哎，对，对，大的，集装集装，箱，就叫大的集装箱，大的就在那个船上的，集织网装，发到美国、发到欧洲那种大的船上的那种，集装箱、集装箱，对，你公司的那个衣服的话，用这个集装箱，对吧？是吧？集装箱，对，集装箱。集装箱，你说对对对，我天哪，对。是吧？底层查到没有？我查一下集哈，装箱，肯定是你说的。对对对，好。是吧？是你说的那个，我天哪，对，是的，集是的，装是箱。的，我也用这个 Google Translate，对对对，集装箱，集装箱，大的，你公司的这个衣服也是用这个集装箱哎，到国外，对。对，是的，集装箱但是他们用别的，不是这个。啊，我明白，如果他说我听懂，但是想。用集装箱的话更便宜一点嘛，其他的方式的话比较贵，是吧？不客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review 一下，马桶、水槽，插座插头和插座，插头、插座，然后。锁啊，门店，店啊，说好，不对，对，门店，电梯，对，电梯这个这个扶手扶手的话记一下，可以记一下，这个很多很常见，对吧？扶手，车库车库，车库，再看一下。车库，车。这个，这个顾问，顾问，consultant 应该叫做翻译，consultant，顾问，店，顾问的人，对，这个，这个，眉毛，眉毛，眉毛，对，眉毛，睫毛，对，睫毛下面一点。眼睛上面点，眼睫毛、睫毛、眉毛，这个牙齿的，刷牙刷牙很常用，刷要牙，记住刷啊。牙。对，刷牙牙齿很整齐，整齐牙龈刚，刚，牙龈，然后牙医对，漱口你新买的漱口水对吧？啊，漱口，对，漱口水，漱口。漱口水。对，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呵呵，对，你记一下漱口水，漱口水，这个漱口水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好，好啊。好，
啊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，下次见。呵呵好，谢谢嗯，好，哥，不客谢谢，气。拜拜。嗯，好，拜拜。